还是要跟学弟妹好好的聊聊渔业署近年来的努力。民以食为天，台湾四面环海，海洋资源是许多人的经济收入来源。政府自1998年起推动的爱台12建设中，其中渔业署主要办理的项目为海岸新生及防洪治水。而海岸新生推动的工作包含了像是振兴渔港机能建设、港口疏浚、码头改造等等，旧港变新港，以营造休闲多元优质化新港口为目标，还有加速渔业产销通路现代化建设，渔货买卖之场所通路的新建，期望也能为产品增设现在流行的 QR Code 啦等等，产销履历的普及。接着，连近海渔业资源之永续经营，实施浅船收购，辅导传统渔船转型为钓具类或休闲渔业，降低对海洋资源捕捞压力。再来，促进养殖渔业与环境和谐，引导发展海水养殖。最后，养殖渔业之海水空排系统的整建。当然，若是对前面讲的内容想了解更多，也能去渔业署的官网看哦。渔业署也辅导渔村发展渔业庆典，像是基隆锁管祭、宜兰青鱼节、台东旗鱼祭、屏东黑尾鱼祭等等等。那这样说，你们明白了没有？当然有啊，听得很仔细耶。原来经过渔业署跟渔民的努力，渔村这几年不再只是贩卖渔货的地方，还是观光休闲的好去处了。那我以后一定要当渔业署所长。你当所长？